Will Apex 2019发布会看点汇总。知名快乐达人放出了一张 Will Apex 2019的渲染图，图中的 Will Apex 2019如之前 Will 预热海报上描述的几乎无差，整机浑然天成。在 Will 官方公布之前，目前尚不清楚该渲染图是否为真。图中的 Will Apex 2019正面几乎被屏幕占满，额头与两侧边框几乎看不到，下巴也极窄，前置摄像头消失，或许采用弹出伸缩摄像头设计，亦或是别的黑科技隐藏了前置相机开口。总之，视觉效果十分震撼。另外 ，vivo Apex 2019很可能会搭载 Apex 上的半屏指纹技术，这样技术的优势在于无需寻找固定的指纹输入位置，在屏幕下半部任意位置均可识别。背面渲染图显示 ，vivo Apex 2019如光滑结晶般的鹅卵石，四曲面设计，搭载双摄像头闪光灯，均采用了凸起设计，两颗摄像头出场排列。从背面看，这款手机的颜色为灰色，似乎像是金属材质，有可能整机为金属打磨。核心配置上 ，vivo Apex 2019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55平台，该机将于1月24日于北京发布。